最具特色的几家。2022北京消费季，会以约会北京、乐享生活为主题，搭建1+8+24+N 的框架体系，继今天的启动仪式为牵引，八个主题板块，24项全市性的标志性活动，会引导所有的商家啊、商协会和各区主办过千项促消费活动。我们会通过全场景联动啊、全渠道共振啊、全业态一起努力，在全市掀起一个消费的新热潮。